多謝主席。我繼續就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要削減他包括3個項目：734全年薪酬、739中期約滿酬金和754津貼發言。之前我提過邵善波很多很惹火的言論，包括跳船論，我剛才說過，其實還有很多謬論，我是舉一兩個，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覺得很離譜，是會支持削減他的酬金。邵善波是公開奉勸大家是靠西環，叫港人接受中聯辦的干預，是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蕩然無存。他認為中聯辦不是外在的勢力，是香港的一份子，以官方或者個人的身份都可以參與香港事務。而且他認為中聯辦當然有參與立法會拉票，這個是要頒個誠實獎給他的。有關的情況在前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年代已經存在，他說是米爾成炊，他覺得香港人要接受這個事實，事實就已經是這樣。邵善波身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但他連基本法第22條都早已定名，他都不知道，即是政府花這麼多錢，一會兒會講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千多萬推廣基本法，怎知道中央政策組的頭都不認識基本法。22條說，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簡而言之，邵先生就是變相承認中聯辦有份干預香港的事務，甚至是違反基本法。當一個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出緊我們一年這麼多的錢的時候，他都搞不清楚這個這麼基本的問題，那試問他怎樣向行政長官、向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提供有水平的意見呢？即是這些政治法理 ABC 他都未搞清楚，我們又怎能夠相信他所負責研究的工作是靠得住呢？所以現在我是講他本人，跟著我會再講他的研究工作，但其實都是一而二而已，所以呢可以一籃子這樣投這個削減的。在邵善波的領導之下，中央政策組的中央呢就變成北京的中央，與其說他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不如說他是中聯辦首席護法就更恰當。他連議會現狀和選舉運作的事實呢都直言不諱，認為中聯辦不可能不關注香港選舉。什麼叫關注呢？中聯辦關注選舉裏面選出來的人，自然和中聯辦有一定來往，在政策上的取態都關注，亦都要和議員有溝通交流。我想邵先生是搞錯了，關注問候我都覺得是還情有可原，但是去到插手干預甚或只是拉票影響個賽果呢，這個就已經是逾越了。而一個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竟然是可以公然去肯定這個事實，亦都是肯定這個做法是很難向香港人交代。那是不是即是意味著其實梁振英已經是一個傀儡特首，已經被架空呢？當初我們就在這裡講啦，即是說中聯辦插手選舉，那我們都是講，都是民主派講下，那講沒有實質證據。但今次呢是由這個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去承認這個事實，那真是八個大字變四個大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變成現在國內的講法被消失了。即是中環不行，西環話事，即是邵善波現在他是佔領中環，西環佔領中環。為什麼我們當局會不做裁決不出來，其他政府官員或者行政長官不出來撥亂反正的呢？任由他擾亂香港秩序、破壞香港民主民生的呢？為什麼當局不幫港出聲呢？邵善波近日子普選對香港沒有好處，這個又是跟林鄭月娥現在推行普選是相反的。你現在做諮詢有商有量是想普選，跟著你這個中央政策組是在這個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的編制之下，是說相反的事情，令政府非常尷尬。當時呢，譚志源就不是他老闆，但譚志源就出來說邵善波的說話是個人色彩十分濃厚，那就不作評論的。所以不說那麼多了，說回條數，為免中央政策組這個首席顧問的所作所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到時呢這個真普選拉倒呢，其實他都有一個責任在這裡啊。所以本人懇請各位支持決議的朋友，是支持削減總目142那275,537元，就是邵善波的全年薪津，加埋嗰個中期約滿酬金就1,626,659元，再削埋佢嗰個津貼576,506元。好啦，咁講針對完佢本人，另一方面呢，其實我喺修正案嘅第723號之中呢，亦都係要求議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980萬。這個980萬呢，就是研究項目啊，研究項目即是人和事要分開來減，亦都要分開來論述。那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不可信，那中央政策組那個研究項目又是不是大有問題呢？其實這一兩天呢，都有些同事呢是提過了啊，亦都是支持的。其中最引起大家關注的，就是連續三個財政年度撥款超過200萬那個項目啦。研究題目就是傳媒時事輿情研究啦。咁邵善波擔任了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之後呢，首年那個獲批呢是368,000，第二年呢是加碼到幾多呢？772,800元，大幅提升。所以如果2014至2015年度預算案獲立法會通過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就將會獲得呢個70多萬的公帑，即係我上次講張志剛做頭嗰個啦，就會進行第三次的傳媒時事輿情研究，即前後累積計咧有200萬的公帑咧係使咗喺呢度噶啦。以上數字呢，仲未加上另一項呢，是有議員提過那個國情國策研究的。有報道指出，值得關注的呢，就是獲中策組撥款的研究呢，總共有11項那麼多。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是佔了4項，港大、中大是佔了6項。餘下一項呢，就是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負責。但是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在曾蔭權年代呢，就從沒有獲中策組撥款。以往中策組呢，均是向本港8間大學和少數內地大學呢，是批出研究撥款的。中策組副首席顧問聶世蘭呢，在立法會度表示呢，政策組是依政府的採購程序，即是他覺得是一個公平競爭，即是次次你投到，他叻咪他投到，是不是，即是個道理是這樣。每次批出合約呢，都是符合物料採購規例，即這個我不會詳細講個程序是怎樣啦，即是政府每一樣東西其實都應該是投標的啦。又指研究結果呢，只是供內部參考，只要不影響日常運作，不涉及敏感資料呢，都可以公開的。他當時講就是這樣講。但是對於公眾來講，個傳媒時事輿情研究就很難涉及什麼敏感資料的，因為輿情即是輿論，即是大家你看到我看到，你買報紙你聽收音機你看電視看到，那就大家看到，那為什麼你研究出來那些又會變成敏感資料，研究出來那些會變成機密呢？為什麼是不可以公開呢？咁跟住我哋個問題就係，當然係繼續問呢，這個我哋亦都要向擔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利益輸送由我哋公帑埋單呢？咁我哋睇返啲實際嘅數字啊。有議員呢批評點解呢個研究唔係由月薪180,000嘅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同埋每年用
4億公帑的政府新聞處負責呢？其實即是剪報啊，這些全部都是政府新聞處啊，或者這個新聞統籌專員發放資料、分析資料，為何要外判給一個所謂的研究中心去做這個輿情研究呢？是不是多餘呢？當局是有沒有解釋過這個的必要性呢？有網上的媒體更加是懷疑呢，公帑其實是另有用途啊。他們翻查了2012年初至今本港報章剪報，就發現過去兩年呢，其實這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主持人張志光呢，自己呢就是發表了最多的文章的，他發表了812篇文章啊，在五大報章呢，東方舉一個一兩個例子不講曬，東方日報他有583篇喎，哇一日申報是80篇，跟住呢唔好講嗰啲左報啦。咁佢哋又嘗試粗略計算佢發表文章當中嘅數字，呢啲太瑣碎啦啊。但係佢涉及嘅題材要提一提，就係、是、從批評佔中啦，到終審院裁決啦，到新界東北發展護航啦，到為中策組講嘢啦啊，仲有一啲自由市場討論中港合作關係，800幾篇，成70幾萬字啊。咁呢啲稿費係幾多啊？咁佢都冇向外交代。即係其實佢就喺中央政策組攞咗啲公帑去研究中央政策，去寫自己嘅文章。即係我哋而家養一個專欄作家，係撥呢啲錢。但另一個問題仲唔單止係咁喎？我唔理佢攞咗幾多稿費，呢啲我諗我哋個機制控制唔到。但係其實佢係製造輿情，跟住去研究輿情。即係佢本人其實已經參與咗呢個傳媒時事同埋輿情嘅製作。甚至有時候他會提出一些更加敏感的題材，引起一個筆戰啊、論戰啊，咁啊製造個輿情，跟住所謂的傳媒時事輿情研究就是自己研究翻自己啊，但係自己研究翻自己又可以得到中央政策組的委託的撥款，大家即係諗一諗，係咪有問題呢？喺呢個嘅研究的中立性，是不是存在問題呢？其實比較過往的做法，不同大學呢都不會這樣，即那個大學自己不停在那些輿論平台上發表評論文章，因為這樣會影響那個研究所的中立性。所以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現在這樣進行研究呢，是有欠公正，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那我在這個環節，我不是說要批評再批評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而是講緊我哋呢個撥款項目，中央政策組點解香港咁多大學佢唔將我哋嘅公帑係分佈俾唔同嘅大學，而一啲咁富爭議性嘅研究中心要係去俾咁多嘅錢落去做呢啲研究呢？當中會唔會涉及利益衝突、角色衝突呢？舉一個例子，張志剛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在報章撰文，最少呢他在2011年即開始政府批這些 project 給他的時候呢，都已經有600篇了啊。所以當其實中央政策組話有個剛才講過什麼既定機制，物料採購規例啊，政府採購程序啊，其實是不是在採購的時候都應該知悉這些問題呢？如果知悉這些問題的時候，在他採購去入這個標書的時候有沒有申報呢？如果沒有的話，這個是基本程序出公義出現問題。既然是這樣，為何中央政策組仍然決定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怎樣向我們本委員會交代符合物料採購規條呢？如果明知當中涉及利益衝突是視而不見都是選用的話，咁就唔單止係要 cut 呢一個研究項目啦，又返轉頭呢、這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首席顧問呢係難辭其咎。好，呢、這個研究我講到呢度，跟住呢我要講呢就係、是、中策組嘅邵善波呢係奪取研究資助局研資局嘅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嘅審批權。
其實當時我想都很多議員不滿，尤其是有份在教育界的議員，現在更加不滿。當年邵善波找藉口去批評言之局